但实际上，你在美国，你多少也都听过一样的新闻，只是美国的社会舆论是绝对无聊的，而法国的社会舆论是，哎，我们普通人怎么样？这事儿不影响他的工作。所以你说我为什么想当法国人？你明白吗？就是为什么？我永远都忘不了当年克林顿闹这事儿的时候，人家美国报纸说什么？说美国人成不点吧，真是没见识，这点事儿怎么了？我又说了，每回看我的主播，他都唱成一条灾难。哎，你明白吗？